宋天，城主大人既然已经收治了阿七，定会全力救治他的。倒是你，以后要多加小心。王胜，不要再身处险境。我，哎，大小姐，这么多黑衣人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？我突然看到一个故人，他可能有危险，都请你好好说着吧。 不用担心我，王胜。哎，大晚上的叫我看桃花，神呢？四重境，闭关后你果然变强了不少。 废话真多！往哪里跑？拿命来！进来的，不得逞，不许杀人。是吗？